进来进来。你好啊，赵莹莹是莹莹啊，她叫萱萱，你叫莹莹啊，看你俩是萱的好啊，还是莹的好啊？多大了？零零年的啊，二十四岁。你是在哪儿工作？我在威海，然后想找一个结婚的。你在威海啊？我来这边旅游的。你来旅游的啊？正好碰到这个活动。对，特意为你来。啊，特意来的。那我估计台下，我估计就是江苏的、河南、安徽的比较多。希望通过直播。啊？通过直播可能。哦，你想通过他们看看你们威海的人能不能看到你啊？想加入威海的啊？哦，有没有威海的今天？没有。那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只有报个号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报个号了啊！现在现场我估计适合你的很少，嗯，要不你就报个号吧，好吗？啊，来，希望你们这些啊，那个自媒体啊，这些战地记者多给他一点啊镜头。来报个号吧哈。行，那你报个号，谢谢你啊，好吧，来来来啊，谢谢你啊，行行，穿上吧。